政府要推动国营事业汉翔民营化，打算要市股54%，而且要从今天开始进行第一波的竞价拍卖。但是在野党立委就反对哦，认为汉翔好不容易是转亏为盈，竟然要转手让给财团，要求要暂缓市股。但是经济部长张家柱今天还是说，一切照原定计划执行。政府要推动国营事业汉翔航空民营化，打算释出股权54%，原定从30号开始竞价拍卖，目标是在8月底股票上市。不过在野党大表不满，认为政府拉拔汉翔这么久，好不容易转亏为盈，竟要拱手让给财团，再加上中资渗透疑虑，可能造成国防漏洞，要求相关部会30号到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专案报告，并且暂缓市股民营化。但是经济部长张家柱说，一切按照计划执行。现在程序按照既定的程序，因为我们在22号已经办了法说会了。张家柱说，一旦民营化，经济部会维持46%的股份，员工也会持有19%，并会严格把关中资，但朝野立委仍然没有共识。今天财团即便有钱，也没有办法开这种公司，你几十亿就卖掉了。最主要你要考虑到将来整个台湾的国航工业的自主性，好不容易有这样子的机会啊，带动国内的这个100多家的这个企业厂商一起来投入啊，而不是汉翔掌握多少尖端的科技啊。汉翔拿什么尖端科技？除了国防疑虑，在野党也认为官方开出的市股价太低，根本是贱卖国有财产，而且经济部没有递民营化计划书给立法院，只有专案报告，分明是违反行政程序，连国民党立委也看不下去。我们希望主计处明确地告诉我们，他们所做的案子到底有没有违法，是不是请主席再请主计处长再做说明。你们的民营化计划书有没有送到立法院来？汉翔前身为航发中心，1996年改制到经济部之下。如果未来顺利民营化，经济部承诺会至少持有34%以上的股份。目前规划将释出543355股，每股市股目标价为13.26元，预计总收入为72.05亿元。在立委的批评声中，汉翔民营化是否能持续按照原计划进行，外界还是一头雾水，有待持续观察。UDN TV 陈世文、陈月威台北报道。